赛哈，本来有第24次球场的严重。现在4:40，现在还在下雨啊。不过看雷达回波，等一下应该是5点多，应该就会好天气了。早上4:50还下雨，本来想5点的时候雨应该会停的，不过又有一波雨进来，想说好吧，那在车上等，就不如来帐篷等一下好了。雨势不大，你看都不用撑伞。今天3:30就起床了，又能再叫了。现在时间太早了。哇，上去！平安大陆躺了大概几分钟，应该早点过来了。他喂完第一班了，母鸟正在这，我们也看到幼鸟啊，有幼鸟。刚才应该是公鸟，公鸟带食物进去，但有一只飞进巢穴，然后。我现在有看到母鸟跟小宝在这里。可以走了。两只幼鸟，这只是小宝吧？嗯，这最小。部长，空中交接没接到。母鸟也飞来我这里了。哎，母鸟把公鸟赶走了。啊，要过我棚子了。公鸟回来，幼鸟跟母鸟都冲上去要抢东西啊。可是我看到脚上没东西，但是他有做出那个动作，但是应该是幼鸟做出那个动作吧。结果都冲回，都跑回巢穴以后，母鸟又飞过去，飞来这边把公鸟赶走。幸好这一段有拍到，巢穴里面都没有在吃啊。你看底下这只小宝没东西吃，上面这一只，这只吉宝也没东西吃啊。这只怎么在等于在吃东西？这只没有，虽然有带回来了，不是很确定哎。这是幼鸟在叫吧？在那边叫，其实。哦，回来两只哦，它是在做护食的动作吧？手被撑开不给另外一只吃，有没有？哇，一群鹭科。这边应该有在吃东西啊，所以刚才可能真的有带回来，可是我刚才看觉得没有，还在抢，在抢。对，说你呢，哎，不要看我，没关系，你们继续抢。
哦，有，这是什么？抢到了，抢到了，再抢回来。哦，有，这是什么？抢到了，抢到了，再抢回来。哦，那他吃的是像在麻雀吗？他刚才那只肚子白白的，没有看清楚。吃鸟太狠了吧！他专门抓鸽子啊，鸽子。对。嗯。台湾那個，他就是鸽子的天敌。哎，对。一般台湾鸽子太多了。对。后面这只在吃。他爸妈在这里，他头上是他爸爸。对，啊，他妈对面山壁那边，其实体型跟他长差不多。其实应该是差，已经现在应该是差不多了。对。哦，你是这个时间点啊？但我看很多拍鸟，他们都上午来的。对，我比较早来。是他这个时候可以拍什么吗？一般都一样啦，只是我住比较近，我就比较早。哦，原来。因为我平日的话，可能拍完就去上班，六点就走，所以我要比较早。哦。那假日就保持这个习惯就好了。这样的焦段要用多少？这样其实一般这样才是正常，这样子大概600。600？啊，没有，现在已经900了。900乘1.5，900，对。嗯。然后刚刚是在放大而已。对，它有的，让你比较好。好。你这样子肉眼看得到吗？就是你用这个看跟用肉眼。肉眼的话，其实我们大概会是大概翻录影的会比较少，你当然看到，他们都是拍照片。对，看到了，几乎都拍照片。哦。这边其实它有一只，这是它的鱼，边边角角鱼嘛。跟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是最小只的躲在这里。最小只。对，要去。在动。对，可能要去草地那边就拍得到。对。他还甩什么出去？是啊，你说在吃的那个吗？对啊，回去再看。乱丢垃圾。好，我先回去，谢谢。好，不会，拜拜。再抢了，好啊，不给拍啊，不给拍了啦，还在吃。
自己还有其他可以吃的，对对。6点后不是会好天气吗？这两只怎么吃饱了？估计已经吃饱了。对，已经在东看西看闲逛。哎呦呦呦！应该是吃饱了。我有新的食物，母鸟老师带进来一个食物呢，看刚好没按到录影，我本以为是要给小宝的，快打起来了。哇，飞在我头上，两只都来了，要吃要自己飞出去啊。两只在追，又来，估计是停山壁，这雨太大了。GG， 点头。GG 啊。
现在雨太大了。好了，喂，就拿去藏起来。Game over。冷气终于跑来超人了，先快速看一下，右上是幼鸟，记得还有一只在这，还有一只在这吃啊。这只是公鸟在拔毛，太远了。这只像公鸟，拔完毛估计是带回巢穴的最那个小宝吃了。开始录像。哎，不是哎，带回巢对。哎呦呦，差点吃下去。还没出来，还没出来，还在飞。小宝还有人家喂吗？哎，快过了。雨啊，快过去了，四点半一直下到现在。快！嘿。对对对，早上其实蛮活泼的，但是，对啊，哦，母鸟可能还在巢穴里面，不确定它有没有飞出来。它带了一个，在左边玩。再进来，进来。哦，后面去了。哎呀！啊，那刚好在画面里面。冲去后面了。十七秒了。哦，很快完了，那只还不出来。对啊。对，那个地方是这样，我来。我拿沙浆，不要睡。
这次躲后面躲好久了。哇，上去，很好。奇怪，哎呦，6:40。这是你在叫吧？那要问你上方。这机长，机长给一个，哎，注意注意，哎，母鸟。小的还没，小的还没，早上看都还没。拜拜。你在百合花下面，对，岩壁也加壁哈。来了，两只，哎呀，踩他的背嘞！哎呀，踩他的背嘞！嘿，踩他的背，被踏出如来神掌啊！刚才应该有踩背的动作。太难，开始录像。在山头上面有两只。最上。对，有两只。对啊。我想说，飞了。有。哇！来了。哎，对。
来。有藏东西啊，在那里。上面那只没有，上面自己在里毛，对。那是下面，那是够的。然后老二有在偷看一下而已。看得到，小只的在这里，你肉眼我也看不到。就看一下。哦，我看一下啊。哦，这只是幼鸟。对。这个位置在哪？最远的山头上有了白点，绿草旁边有了白点。OK， 好。对。好，好，谢谢哦，谢谢。对。对对对。有带一块进去。哦。哎、欸，一开始我以为是母鸟带进去，后来发现不对。是啊，刚普通训练。哇、哦，你厉害！未飞先猜，开始录像。啊、哦，可惜最后一趴。重啊！来，重，嘿。摸掉，哇，很难得整路没有跟到腿。哇，追上去了。
哇，我看住，我只有一只而已。啊，没逮到。啊。没逮到那么画面。两只。青鸟，一堆青鸟，一堆青鸟。太阳，太阳。哎呀。哇，三只，重到一个，啊，来，小鸟在，好，进去了吗？对，没有，再出来，下去。我准备敢去了。出来。哦。哎呀，三，哎，一直冲下去，出来。哇，你在这不晓得追谁了，啊，随便一只。哇，细甲。细甲。嗯。这个龙跳得快快。我多啊。哈哈。我转到200了，也没进都进不来。来，我有那个 GoPro。哇！嗯。好像追错，哎呀，有！哇哦，可以！好。哇！哦，上去了，上去了。分散，不见，左边一只。快下去了。上面有两只，是往左边飞过去的，没了。还是在上面？还是嘛，最左边对不对？左边那只。嗯，青鸟的。中号。我看一下，没有其他，没有一只而已。哎，来呀！反正我就追青鸟了。啊，我可以，你走，过来。停了。还有一只啊。小的停了。啊，供了出去了。
公的要不见了。好了，老实说哈，我这台 GoPro 应该有录到很精彩的，小事一点没关系。哎、欸，这礼拜有人拍到那个，来飞了，开始录像。哇，冲过去，后面一只。后面这个人有两只，哎呦，啊对，出来，哎呀，太狠，来哦。过来，给瑞。瑞去，左上方一只，进来。哦，不去。给瑞。啊，不去。哦。有没有对到手啊？你说没有对。出来。哇、哦。哎呀。没拍到。这真的不能贪心了、啊。哎呀，太狠！我已经转了360度了。哇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联络。出来，哇，来一个，一心胸改都在厉害。跟上去，会玩的哦。今天帅气哈，左边还有一只，哎，还在。没，还在。停了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还在飞，也停，还没。抓那个船呢？啊。抓船的抓手，抓住。没了，应该要出来了。循环吧，不对，要循环吧，你有拍到？啊，厉害！抓彩蝶拍到。哎呀，蝴蝶，现在应该是蝴蝶。蝴蝶。青鸟。到处。我没有摆过这么大只的，你那个怎么放？放不都没有追上去啊！对，出来。再过来了。喂，主席啊。不回头的，一去不回头。啊、哦，那两天拍了，
对啊，我也是注意在哪。这回去会吗？要上学就要走。现在有一只。对啊，我也拍到了。没有，还在啊。上面。哦，来了，进来一次。再追了。哦，可以。只能看，不能打。对。母鸟从后面进来了。你是去留在这儿啊？有。母鸟进来了。哎、欸，这两只小，来，再来，啊！我你蛮强的。还有两只，上去了，哎呀，啊，三只来了，后面追一只过来了，但是我要等哈。后面这只没有，再来。哦哟，你这两只大小差这么多，哇！好像有在对嘞，哎呦，还有一只下去，我明天就跟你讲有没有对到啊，越来了。啊，追谁呀？先追只好了。哎呀，我去！记者，顶天！哇，冲下去，漂亮，停。哦，应该还有只在飞吧？没有，左边，悬停，有一只，这是大鸟，大鸟没事，咱俩停了，好，当然是放出来吗？冲了，这是大鸟，应该有齁，会玩吗？
他每次都飞到这边山头哎、欸！有哎，这个还不错。就下去了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来了！来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水！哎，对啊。有嘞。来，哎呀呀，跳起来呀！他出开艇嘞，再走，再跳。那春节假呢？开始录像。嗯。哦，不要出去。一出来，无聊了，过来。没有。停。嗯，好，一只在。下去啊！出来，停。巢穴左上角，一直停着，一直停着，老位置。今天呢？好了，冲了！他进来了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！出来！开始录像。哦，再来，停，又回来。好，左边这只哦。来看什么？看什么？开始录像。回家，回家嘞！还有一只。哎呦呦，可以！来来来来，哎！
那巢穴应该两只，然后这边一只在山头上了，然后那边一只应该是母鸟，对，公鸟是去母鸟，对，还没回来，对，这样。哎呀，再来，又回家。对，他应该有捡那个剩菜在吃，他现在在吃东西。那应该早上吃剩的，然后他在这边吃，哎。只剩屁股而已，只剩屁股，来看一下，哎呀，在休息啊，在休息的啦，啊，拜拜，啊，回家了，下午再来，下午再来，嗯，对啊，嗯，拜拜，对啊，嗯，睡了午觉再来。好，今天很精彩，舍不得走，但是要11:30要吃饭，所以要带小朋友去吃饭，所以现在还是早点走回家，弄11:00出门才 OK。今天很精彩，今天早上5:00的时候抓一只鸟回来，然后没有交接成功，幼鸟上去没有成功，这画面不知道应该是没拍到，因为我刚好在那边在外面淋雨看到了。然后其他的话，今天的练飞实在是超屌了。今年拍的应该就练飞应该就不错了，赞！我今天跟金牌在拍还不错啊，对，就跟他拍比较会有收获一点。